小新小新，我哋一起玩咗咁多期，相信你嘅粤语水平已经系 next level 啦。开玩笑，有少少想去开火。好，咁我哋一起再去玩一个粤语挑战啦。六个字 ，A A B C D E。A A B， 即系前两个字系一样嘅。咩解释啊？就系形容你上班嘅状态啦。Every day 都喺嗰个位嗰度。努力勤奋啊！啲老人家好中意话啲细路仔调皮捣蛋嘅时候，佢喺度认真做紧嘢，但系隔篱有个小朋友喺度搞搞震。咁咪后边嗰三个字。冇帮衬。你上班啊，搞搞震啊，通俗易懂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唔系咁讲，你都 get 唔到噶啦。系五个字。最后一个字咧系一个动物，你先估最后一个字先，系嗰啲好乖、好温顺嘅动物。狗、猪、猫。啱，你记住最后一个字。好奇害死猫。最后两个字啱咗。得你食死猫。第一个字错，第一个字系端午节嘅时候，我哋要纪念边个？屈你食死猫。呢个计唔计啱啊？第二个字错。屈佢食死猫，屈我食死猫。我哋系咩啊？食物链嘅最高端。屈人食死猫。诶，冇错。五个字，五个字。通常老豆老母叫你唔好害人。因为你害得人多，总有一日会翻到自己身上，你明唔明？嗰件事系有关少少缘，好心有好报，害人终害己嘅意思。通常你会找啲大师过嚟睇你屋企嘅乜嘢？睇相啊！睇你屋企嘅相，睇你屋企睇风水。冇错，呢两个字就系前两个字，一共五个字，前两个字系风水。风水轮流转，系牛皮灯笼，五个字。第二个字是一个动物，是我们成日吃的一个动物。鸡禽，哎，没错。形容你头先的那个状态，就是明明是需要人家死咁提你，但是你都是很嘴硬。死鸡撑饭盖。我解释得真好。七个字。前两个字就是形容你经常在我们办公室去做的一件事，攞埋包纸巾去做的一件事，去亲就半个钟打上，攞住包纸去亲就半个钟打上，你在楼上做乜嘢啊？屙屎啊？系啊，跟住仲有后边五个字，我仲喺度谂紧我几时去屙屎屙半个钟，我只脚都痹啦。屙屎跟住咧？你望下下边，下边呢个系咩？地，屙屎唔出泥地啊？我唔知，我唔知咩意思喎。哇，喺同呢啲人合作真系三生有幸。哦，好简单啫，五个字，第一个生嘅反义词。死。第二个十二生肖排第二。牛，一面镜。哦 ，OK， 我十分钟同你搞掂佢。我两分钟帮你搞掂佢吧。七个字，最尾两个字系我头家最尾个题嘅头两个字。头两个字啊，你攞包纸去做乜嘢啊？我去成粒钟嘅咧，你啊，唉。我是跟住咧。呢个系最尾两只字，第二个字，你平时攞对眼嚟睇普通话，看一个词系看乜嘢？像，看见啊，呢个第二个字，第四个字，细嘅反义词，大啊，乜见乜大乜屙屎，啊，第六个字，十二生肖龙后边嘅蛇啊，出嚟啦。大蛇屙屎啊！未见过大蛇啊 ！OK， 下一个。未见过大蛇。哇！辛苦我了。哎，话你啊，呢个啱晒你啊！棵树下边系啲咩嚟噶？树下边土咯。除咗土咧？树根。土湿乜水？地下水。吓、啊！山洪倾泻，攞三个字嚟形容。泥石流。啊，第一个字。泥。呢个系第二个字嘅，总共六个字。第二个字系泥。第一个字就是一样好的嘢，好的反义词啊，坏。第二个意思不好，你不可以讲呢个意思出嚟，不好，错。普通话就是坏了，衰。火字边的呢个字，你仲考我报？我唔得噶，燥。燥咩啫？好燥咩啫？火字边有啲咩啫？真系燥嗰啲咁唔方唔燥啊！哦，第一个字系一样嘢，本身好地地嘅，跌咗落地就碎。再换一个啊！烂泥扶唔上病，定系扶唔上墙？墙壁啊！烂泥扶唔上壁系一个六个字，第二同第五个字一样嘅。平时你食饭要用乜嘢？碗啊！第二同第五个都系呢、這个，我好似讲嗰个字喎，我讲我第一个字。我冇听到。跟住第一个字，爬食啊，食碗面、饭碗底啊，
OK。哇！我这种觉悟真的是，唔系你对自己心照啦，有自知之明啦，咪即系话你，唉，又系话你全部都形容你嘅，一二三四五七个字，第一字啲贼仔普通话点读？死。两个字嘅。小偷。啊 ，OK， 跟住第一个字。偷鸡不成蚀炸米。系呢个意思啦，但第三个字换一换。嗯。啊 ，OK。成蚀炸米。耶、yeah!。大家看到我的智商連入未啊？仲算聰明啦，佢今日唔似平時咁嗯。可唔可以用啲詞嚟讚美一下我啊？哦，唔好意思啊，啲讚美嘅詞我淨係可以用俾自己嘅。大家如果想睇阿瑤嘅智商被碾壓嘅話，記得幫你點讚收藏。想睇小陳碾壓落去，記得收藏啊！